是会游的，快去救人呐！快快快呀！妈打了，你们！快快打幺幺零的，快！来！来，还有！拖到这个岸边的时候上不来怎么办呢？两个人在那里冻得在发抖，这个女的什么情况还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好像神志不清的那个样子。后来一个小年轻戴眼镜的一到这里，他立马就跳下去了，但是下面一个人在喊，人太沉了他不上去。我一想就是不知道你围巾和另外一个人两个围巾都接起来，我就把他们拖上来了。有人叫得很急的，我赶到我停看看嘛，回头看什么情况。后来他搞岸边望了一下以后，头就望下去了。我想不得了，这个人一旦沉下去的话很难找的，人就要沉下去保命脱跑的。我说赶紧跳下去吧，好在嘛，都事情都过去了，哥没什么的。什么？